还不错，而且大家会屏息听他唱。那你今天选什么？我也可以选，干什么？我也是，也可以选。该说的别说了，你懂得就够了。真的有某一种悲哀，眼泪也不能流，只能目送。我最大的遗憾，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，没有句点，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。新歌了，主要就是说他能够扣人心弦，对，真的，哎，这还不错。而且大家会屏息听他唱。那你今天要选什么？我也可以选，干什么？我也是，也可以选啊。阿弟有好趣味的，我来选。阿弟已经给人了，已经。哎，这个想要哎，这个。好了，给他挑两个。嗯，你也娶了，也可以。因为我觉得他刚唱到那个我感觉到幸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幸福，好像给我幸福的感觉。对，女人都要幸福。那如果知道说这段感情应该是没什么结果，你还会掌握现在吗？但抉择不了。可是因为我一直不会说分手的人，所以就拖了6年。啊，对，一定真的是这样。那明明知道说这个已经没有结果，但你还是硬拖6年。嗯，你后悔那6年吗？我觉得蛮后悔的，就是一段时间就浪费了。对啊，这个从这都看出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位帅哥，好不好？疗愈系暖男，3、2、1，出场。
得帅又会唱歌，哎，这个厉害，不错不错，请坐请坐。对呀，唱的歌很有温度哎，啊。叫什么大名？我叫王浩成。王浩成哦，而且又长得帅又高，好像有一点印象。你有来过歌唱比赛的是吧？对，之前有参加过歌唱比赛，有来过对不对？来过一次。对啊，对你很有印象。那歌唱比赛我好像有点印象，是龟山乡歌唱比赛。